谭老师，哎，谭老师，哎，谭老师你好，我是小强的父亲。哎呀，谭老师啊，我们家那孩子怎么打都不行，已经管不了了。哎呀，你看呐，像你那样打孩子呢是不对的啊，要教育孩子，改变孩子的思想呢，光靠简单的打那是没有用的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玩命的打呀，往死里打，你看他怕不怕？